要煮。为什么一开播就有红包？红包可以抢吗？为什么会有？啊，刚才帮官方抢红包啊！哈，还有抢了红包可以干嘛？可以抢红包，就是让人家抢不到。早安，对耶，为什么要自己抢？还是不要好了？应该自己进来抢。早安。你要开你的账号来抢，我的手机在充电中。早安。你还好吗？他刚刚，我刚刚要想这样拍照，结果你不要再重复一次，真的超痛。结果就这样滑落，他就这样，然后就超级爆炸痛，还听到那个空的共鸣声，有拍到他被砸完之后咚咚咚咚咚的声音，好痛，拍谁？秀秀，还好，明明好正。你然后不要回去找一个包来着？明天公园就有蝴蝶结，有小猫猫耳。超痛的，秀秀。前三有拍立得，真的哦，是不是有那个没有改掉啊？这个啦，啊、哦，就是这边没有啦，没有绑铃声，这个关掉没有，我们要从里面关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对，超级好笑，放前三有拍立得，打前三没有奖品，啊、抽抽。丑丑丑丑丑丑丑你丑丑其实可以关掉它，关掉它好了，丑丑。哎、欸、为什么这个也没改耶？哎、欸、这个有改哦，快捷，但是也做不了了。我们等等要来抽选我们的生日会的座位。大家都去有、大家都有去拜拜了，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医生，一品医生，不要拜我。然后下来，好，为什么？还没到，还没啦，医生，还没。你要先讲看吗？我们的生日会抽选方式跟之前都一样，五个一组，不是，五个一个区间。就是我们呢，等一下可以跳着抽我们的顺位。假如说我抽第一抽。然后我抽到了136到140号，那他们就会序号变成1到5号这样。然后我们的正式编号之后，工作人员会寄到大家的信箱里面。报到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你们的证件，然后用正式的报到编号跟工作人员领信封，就是信封里会有发票跟我们周边的兑换券。信封里面不会有发票。不会有发票，它上面写有发票。不会有发票，不会有发票，更正。更正，没有。免开，我们免开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验票吗？我们聊聊，还是要先再聊聊？亮票，可以，也可以再聊聊。再聊聊，边聊边亮吗？可以啊，然后走完可以那张。大家想要 dress code 吗？ dress code， 哎，对耶，你可以说出来，一到五号。一到五。这边是6到10，所以 Jesco 要一起穿睡衣吗？穿吧，你们可是你们有睡衣吗？啊，他们都没有睡衣、啊，他们都说，那圣诞 T 可以，圣诞 T 当睡衣会不会有点过分？最好是有睡衣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有睡衣趴的感觉。好啊，可以带个外套之类的，大家披着就可以了。什么暴露狂啊？不可以太多肉。大家的睡衣要有上半身跟下半身。对对对，就是不能只有上半身或只有下半身。也不能只有一件，就是那个贴身衣物。可以穿什么？忘记量。睡衣哦，我们这样的话，他们看到的号码是正的还是反的？应该是反。那你们31到35自己反过来吗？我们要再反吗？反正大家都看得到就好。真的吗？相信睡觉都不穿衣服吗？那你可能不能来。41到45，晚安。只穿下半身的话，那上半身，啊、那你的下半身可以拉到这么高，就是变那个平口，好抹胸，有点太性感，拉得非常高，拉拉看。
不是有那种美容衣，都要穿这种像裙子，对，让你穿美容衣，然后你哎，对，这样算暴露吗？应该还可以吧，这样还行啦，可以，蛮居家的，五一到五五，穿你的浴袍可以啊，浴袍，是你们敢这样穿过来现场吗？会不会太突兀了？我相信他们为了爱什么都做出来。好，那就期待你们的睡衣，期待你们居家服。六六到七十，真的吗？会不会他们居家服比我们还要华丽吗？你说他们都穿礼服睡觉，然后放着那公主的音乐，穿礼服睡觉吗？礼服除了公主的音乐，还可以放那个金马奖，噔噔噔噔噔噔。七六到八十，礼服吗？睡衣到底还有什么可爱的装？不是有一些很浮夸的，比如说什么熊唐老鸭或者什么，这种这边会有个大蝴蝶结，或者像我自己在家里的睡衣是一个水手服，就是它有点，它是可爱的，但睡就要穿水手服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很神奇的领子，然后跟一个领带，然后还有的娃娃裙，但是睡觉都要变身，对，就是可以变身的那种衣服。但我想说，因为我穿那个睡衣，我想说我不能穿来生日会，要不太浮夸了，就很不睡衣的睡衣。九一到九五，你刚刚说的那个大蝴蝶结是怎样？就是睡觉可以直接翻下来当枕头的，就是有一种厚的那种睡衣，可以就是戴上去，这边有个超级大的蝴蝶结，那种带吸、啊，直接当枕头啦，折一折放上去。但睡起来就不舒服，但蛮保暖的。那你生日会有想要穿点那个水手服啊？应该不会啊，那穿不好意思，对，不太好意思。一零六到一一零。好好奇大家的睡衣，工作人员姐姐要穿睡衣吗？一起一起睡衣派对，可以的话好像也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小贝贝啊，娃娃抱枕。我们怎么会有礼物啊？我没有礼物。对啊，你看我没有500多个钻石，刚刚吉米周有送吧，记得121到125。从前有一个人叫小贝贝，不是太丑了。不是有些人会那个吗？有个什么小贝贝，就是会自己在。丑到大家都死光光了。好，131到135结束，应该都有放进去吧？有人的号码？有人？大家都有看到自己的号码吗？有看到吗？丑八怪小贝贝怎么那么像什么海绵宝宝的某个角色啊？是人吗？你要从第几抽开始抽？你想要从第几抽开始抽？我记得我上次是24嘛，我一样24，因为生日的日期。金贝贝，哎，那小贝贝又是什么？这样满意了吗？大家？125，谢谢。你要赶快去庙里拜一下。趁现在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拜，需要吗？好难好难，晃了非常多下。那我先抽后面的好了，我要先抽二十四，我想抽24。那先抽二十四，二十四，我们要开始喽。24比较偏后面，就不要怨我。啊，24，61到65，这样有点。恭喜得到就是。跟那个逸琳前辈生日一样号码的位置，的位置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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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呢？是你吗？我也是博维吧？什么意思？吓死！他们不想要得到跟你同个号码，因为他比较后面。换你，你几号？我26号。你要先抽你的号码吗？刚刚没有拜一，抽数而已，不是位置。抽数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就是它的顺序。我知道是抽数，但是我们要怎么讲？听得懂吗？会在记忆里面。这是26抽，26，76到80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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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得到我，恭喜雨衣品。66到75幸存。我要抽，我们是6号生日会嘛？那我要抽六，
我们抽其他，我们卢卡前辈，先抽他们的吗？要吗？我想先抽六抽。卢卡画面是镜像，对，画面是镜像。这样你们可以看吗？还是需要转一下吗？要转一下吗？要先转一下。那我记得这个好像不能转。可以。有那个这个，要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我们会，对，我们会有点这样我们远。在这边玩翻转镜，有在那他们要怎么看啊？等一下会截图啊，最后会截图。哦、我来抽一下卢卡前辈的号码。那我想抽第六抽，九一到九五。他跳过卢卡前辈的，卢卡前辈交给你啊。你根本就是忘记人家几号了，交给你吧。他就是忘记人家几号，他现在才说就是交给我。来，是不是那我那。卢卡前辈明明每天是忘记了，每天都是卢卡前辈的生日，每天都是他的生日，三天几岁了？七千多，有这么少？好啦，22啦，是吗？我就说吧，就是来22啦，换你22抽22。对了，我记得啦，我们都各差两天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就差两天，哇！恭喜！216到，阿妹得到130。IUN 的你知道吗？3月20。3月20吗？那我抽。那我们也是差两天，只是不同月。对啊，差一个月。20抽是21到25，好像也差不多哎，这号码。20抽。好歪哦！还有谁？还有什么？明天公演日。你刚刚抽六是为什么？抽什么？哪一个？第六抽你是为什么？因为生日会，4月6号，对吧？我应该没记错吧？那我们抽个四好了，抽个四，抽个前面的。4月，好可怕！拜拜了。我来吗？4月4抽，看得到，26到30，恭喜得到目前最前面的，目前最前面的，还有什么啊？今天几号来着？今天28号啊，最后，谢谢一品，你得到了前面的位置吗？立腾生育，恭喜你，3月也来吧。3月吗？那我先抽3月好。祝30号佑恩的3月。恭喜你。佑恩的3月是哦，136到140，这是原本是最后的数字吗？是吗？逆袭了。算逆袭。还有什么？你可以抽中间啊。抽中间。11到19。那我们直接从十一开始抽到十九，可以啊。十一就交给我了，这个不大不小的位置。一品，刚好就是11到15，标准的，刚好就是。看一下看谁比较有缘分。这一张12抽是131到135，直接中间把它抽完。为什么我的都那么歪呀、啊？好烦哦！111到115，祈求一下大家，我要看谁先叫出来啊！叫出来一个，连到一起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我天太歪了，有咪吗？超好笑，大家看得到吗？第14抽是。51到55，哎呀，老笨了。31到35，16、17、18、19，16抽是66到70，66大顺，很
类的。不用太紧张啊，第十七抽跟第一抽的几率是一样的。很好笑。五六到六十，天堂地狱什么意思？现在吗？哦，看来那个差一点的是不是被抽到了？十八抽，九六到一百，连续两年最后牌终于进步了。然后到倒数第三，到了中间，下一次就是到了前面。有啦，再多待几年。接下来，哦，一到五，十九抽。你要抽哪里呢？抽还是姐姐帮我们决定。那抽个第八抽啊。好啊，第八抽，为什么是八？因为姐姐，因为发，一路发。哎呦，飞走。就是121到125，祝你们一路发发发这样。财神到，财神到。哦，是不是？哎，笑笑你这样就是有点贪心了哦。第八抽已经是很不错了吧？第八抽吗？他已经是 PR 这个在，懒得算。那你看你，好，我还要抽哪一个？三四六六八十，三四六七八啦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数字。三四六七八，三四六，抽个第七抽好了。第七。一六到一百二十，二十七吗？对七。嗯，那我要抽第十好了。我的名字一零啊，一零抽。哎，六到十，六到十，六到一零到一零抽。可以。被抽完了，可以收工，太快了。抽个比较悲惨的。没想到会28吧，25啦，25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25。71到75，25，写数字需要，觉得呢？我把这个第五抽吗？第五抽，抽个不好的，再抽个不错。第五抽是41到45，第五吗？嗯，这是我们要失忆一下。哈，一跟二八留最后一集开奖啊！哇，你是魔鬼吧？哎，去年是这样吗？一人一张。去年是这样吗？忘记了，我们等一下一人一张，然后我们猜拳。好好好，赢的第一个。可以。啊，好残酷哦！天堂与地狱。第五。啊，把23抽了，好了，空在那里觉得不太舒服。强迫症。二抽最后比较好。81到85。他们说二抽跟最后一起抽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大家都同意吗？不想要天堂跟地狱。那大家都同意吗？那我抽第九好了。九是谁？106到110，九抽。第二抽在正中间啊。好哎、欸，那我们最后来抽第二抽。2跟28这样。嗯，2跟28。那我们把21抽。嗯。21，86到90，第二抽才会在第一排的中间，第一排中间会比较好吗？也可以自己换位置吧，可以自己换位置吗？不行，跟别人换，好吧。第几抽来着？第27抽，16到20，好，第一抽，36到40，现在好可怕、哦，天堂与地狱啊！你们一人一张猜拳，我先拿，反正先拿后拿都一样，猜拳才是
会怕耶、欸、还是我们先公布我们拿到的号码，要先公布吗？嗯，然后我们再猜，让他们紧张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我手上是101-105，压力很大，46-50。怎么办？有这个号码的人在场吗？先不要怪我们，现在贿赂还来得及。当然没有，好可怕哦。有有，吉米周本人吗？他刚好抽到了、哦、他已经抽过了，好可怕哦，怎么办？捡到首富吗？还是黑白脆？我为什么要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好可怕哦？还是要黑白脆啊？你两边都有哦，所以你就是你买很多个，切一半，就是为了要这样。哦，好卡机，冠输的第二抽赢的28抽，赢的28，很残忍。输的只好沦落到第二抽了。看你们，你们觉得？哦，都可以。我出剪刀。所以是要输的赢的，输的2赢的28，输的2赢的28，有点混乱，我要全部想清，这个脑袋空一下。你输了的话，你就贴在那，所以就是猜拳还是黑白猜？猜拳，猜拳，对，猜拳。谁是拳王？一战决胜负，还是三战？啊，一次啦。嗯。我会出，我刚刚说我出什么？我刚刚说我出剪刀。忘记。剪。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出剪刀哎、欸，我赢了，所以最后一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很遗憾。哇，啊，好丑、哦，再讲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不太对，27抽哭了，27抽在哪里啊？27。27怎么？他是27。我要出石头，我们都已经猜完了，你才讲，这样子可能有一点没有帮助。27在哪？为什么我找不到27啊？啊？哦，在那个第四。第四抽很好了吧？很好了，直接葬送。结束了，谁到第二抽啦？你们是不是故意平手，怕当坏人？原本是，后面看起来衣服好像就是没有要变的，就好吧。对，我没有要变的意思。好吧，那我赢一下好了，哎、欸，我输一下。这样代表说就是他就是不在乎我手上的那些人，他不在乎谁是谁，是谁？哎、欸，根本不知道是谁。想说他原本的号码就蛮前面的，不要再最后啦。我都没有变，我都没有变，就是让他来决定的意思。所以傻傻的觉得说是因为我都没变，所以他就可以赢。没有，是我把决定权让给前辈了。好，我们要决裂了，抱抱，表示跟他们决裂。可以猜下一个镜头看一下吗？现在吗？嗯，还没有结束。我们现在先猜吗？对。这样会粘在一起，要先撕掉吗？你先玩一下。要先把它撕掉吗？还是等下还粘回去啊？没关系，等下再粘回去。这样看得到吗？完美。要你们两个的脸哦。你这样你的脸露得出来吗？可以高一点。超级好笑，这是什么画面？这样有点可怕。进线。等一下哦。要先进吗？关闭镜像。嗯。哦，瞬间这样，酱油吗？这些是佛珠吗？这是水晶吗？还是佛珠？
好了。贴得很烂，对不起啦，这应该是我的问题。他再粘回去，那我帮你打一遍的胶带撕掉。哼，二十八车位坐在哪？最后一排边边是吗？他们是不是这样定的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所以是不一定的。为什么不一定？而且什么时候变那么低了？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这次的抽选就到此结束啦。我们三加四月份生日会见，四月六号的时候大家要来，期待我们的表演啊！对啦，我们不是用那个吗？啊，我们来抽一下，就是我们四个我们个人表演的顺序。对，但是我们用什么来抽？对啊，用什么抽啊？这张可以拿他们的，那可以拿他们抽吗？不行，不行。要有纸，我们先从怎么抽啊？拿胶带可以吗？不行。哎，我这里有很多可以用的数字，结账单。你应该可以参考那个顺序，但是实际的流程还会再排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好，我们抽个参考顺序。你们要帮他们代抽，嗯，他们决定权在我们手上。你帮 Ruka 吗？还是我们猜拳吗？哎，对吧？嗯，然后。Like 柚子，这是什么？柚子长这样合理吗？柚子101瓶，可以看得出来吧？啊，好难哦，好可怕哦！啊，还是姐姐交给你，这样就不会有压力了，会害怕啦。要从哪边开始啊？从表演先，从我先的，你的，哎、哦，让我们一二三四顺序，从第一个开始。你们两个可以先抽你们自己的，抽第一个。我们抽，放名字，放名字。抽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表演的是，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表演是依琳，恭喜依琳！啊，恭喜我！那我抽，我先抽最后一个好了，会不会太刺激？最后一个，这感觉是柚子，哎，是柚子，柚子，柚子，那看起来柚子最后一个很像栗子。柚子最后一个，二或三。抽第二个，抽第二个，那我就是第三个。第二个是卢卡前辈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这边这个哦，我是第三个。这样。One two three four。One two three four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结束了。这样，你还记得顺序吗？啊，哦。第三个，你是第一个，露卡前辈是第二个，有人是第四个。好好好，嗯嗯嗯、我们就生日会再见喽，期待我们的表演吧，拜拜。拜拜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抽到最后一个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虽然我刚刚找一些借口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真的是我运气不太好，我都是一直出同一个，真的不是我啊，是我的问题，对不起啊。我以为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抽剪刀，但是我手不小心张开了。什么姨妈赛啦，拜拜！我是真心的在道歉，拜拜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行个大礼，真的对不起。哇，好痛啊！好啦，那三加四月再来找他那个。对不起啦，找他，拜拜。对不起啦，啊，没有诚意，对不起嘛，真的啦，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，我会去最后找你啦。如果有凤凤可以走得进去的话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